纵马横枪越过国超，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一身甲都爆了的院名啊。这个关于原因呢，我已经在这个动态里说了，只能说很生气。然后我本来想着把甲做好了是吧，然后再跟大家继续这一期的内容，但是想了一想，有一个事情我要交代一下。首先这个除了幕后做的一些任务，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要给大家展示呢？主要就是为了这盘饺子，不是为了这点醋包着这盘饺子。主要我怕一会儿我现在把它切换成释放模式你还会疯狂的给我这些这个经验然后我把它切回吸收模式，它就会疯狂的把这些经验吸走这个把它带在身上，主要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别到时候这个月明你经验漏了，这个太可怕了，你要被你的经验被吞噬了，被武神给吃了，是吧？OK， 我们现在把附魔搞起来OK， 我们附魔附完了。说实话，之前我一直在纠结，为什么 MC 这个等级越高，每升一级要存的经验就更多了？后来我想通了，一般的 RPG 不都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去玩个大菠萝，暗黑破坏神是吧？然后或者玩一个那种，一般的反正就这种游戏，只要有经验条是吧？你一级可能需要100经验就升到2级了，但是你到了70级的时候，你可能要1个亿的经验。是吧？每一集的这个经验容量条不一样，不都是这样吗？只能说OK， 我们长话短说吧，直接从经验条上看。首先我们是去杀了一部分 BOSS， 比如什么，不是这个早杀过了，什么，这也杀过了。钢铁守护者杀龙的时候顺便击毙了，然后还有个什么突变3叉戟逆师击毙了一个，不对，就是上一期击毙了。没给大家看而已，一个小怪，然后弄死了一只什么克拉肯吧，大概，然后总之就是这些基本上都办完了。这个我击毙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给我算完成了，这个还没找到。然后也去探寻了一下，怎么说呢，各种的遗迹然后最重要的是幕后把这3个炉子做出来了，然后龙钢那再说吧，蛋已经有了 OK 了。我们这个给龙搭好了他们的龙巢虽然跟他们原本的龙巢不是很一样，毕竟我造的我一定要比天然生成好看一些。然后我虽然有大海无量，但是我怕我一个大海无量直接把这个塔淹了。对，我还做了一些新的法术，用于还做了一本书用以专门区分这个辅助类法术和这个它开始孵化了你爱在哪儿孵在哪儿孵，这样挺好的。再见转起来了。已经醒了，你好不是说需要很长时间吗？这不就出来了？刚才什么情况？有一种面对新生儿的局促，很怪。这个孵出来了，那我们现在需要研究这一套驯龙系统。OK 在创世神的指引下我们度过了这个。怎么自己就知道找活干了？别急！我们先这不能把龙装下来吗？我们得熬个屁能不能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为什么这个龙就能装呢？好，这个也能装起来了。然后我们看起来啊，这个先得去，主要这里有点危险，找一个你是否清醒？我怎么直接就这样传过来？哎，传过来就传过来。啊，是不是得傍晚才能孵？我看一下，把它放在雨中。不用。嗯，看看啊，先一是火盆、素云纸板，等待激活。哦，运行中直。砰！啪啪啪！砰！啪啪啪啪啪！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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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砰！啪啪啪啪！砰！嗯啊！妈的智障！原来是这样，那我回家了，再见。地图死，就是这个干抛的啊！我要，我手指头怎么那么滑呀？你们猜我干了什么？刚才你们猜一猜。天空是蔚蓝色，窗外有千纸鹤，陪我谈情写歌，每一分每一刻，写下了一首歌，是送给妈妈的。放下手中的工作。我折腾半天啊，为了给它孵化，我又是回去做素云纸板，又是拿磨圆棍，又是搬这些东西。最后呢，最后我回来了，它自己下起雨来了，太棒了，家人们！哦，孵出来了，随着一声雷暴，随着一声雷暴。坐下，坐下。哎，走了，咱回家，咱回家。我吃这事，你吃，管我屁事！你别一刀砍到龙头上去了，砍到龙头上去就白跑。哎，把龙割下。啊，龙了！哎，我龙了！啊！啊！嗯，突然不知道去哪儿了，然后莫名其妙就被巨噬夜杀了。我真是啊！不是，我把它放到地上，然后它一头就钻了，这合理吗？这啊啊！行了，我再孵一只吧。研究了半天，这手机里也没写怎么养这个龙，吃多少个会长多大，那就收集去呗，啊，是吧？总之该弄龙石了啊！终于把这个老石子上面对上龙弄回来了。这个大家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我当然，他现在已经更了 3.1 了，可能这个 bug 没有了。就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把电龙放在地上。我把它从地上就是捡起来，然后它蹲在我的肩膀，我再把它放下去，它就会立即消失，就不是说消失就会不会传送到你的脚下，就莫名其妙它一下就飞到一个不知所踪的地方去了，可能要仔细找一找才能找到。不过无所谓吧，我们出门给它找龙石去了。你不要过来啊 ！OK 呀，我们已经弄出来了，然后把夜魔杀了，把夜魔杀，就这么简单。哦 ，stays， 哦，燃红，再见，再见。总之，我们是搓起来了这一头，感觉该把刚才那一坨套娃给大家看一看了。不过无所谓吧，我们现在开始新的套娃，进行一个把这些拿出来。邪恶拿出来，然后是速度拿出来。好了，感受这有一种巫妖王的感觉，说实话。把这个靴子换啊，零跑鞋还行，很帅嘛，再拿上我们的假巨神杀手，看起来俨然一副巨神杀手的傻样。这个头盔确实不怎么好看，能不能换画呀？好急呀！哎，突然觉得有种，就这时候应该是吧？我觉得还是个副个毛，平息一下内心的激动，平息。哎 ，OK， 我们来在了下届，首先有点无敌啊，所以感觉不知道从何说起。首先啊，我们先阐述一下来这儿的目的。来这儿的目的啊，第一是为了打日之子，当然现在不急啊，我们先，因为我们还得先杀掉这个，然后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做他，做这个护符啊，血战沙场之阵啊，他这个。血越少，攻击力越高，到时候我们可以亡命一搏，是吧？可以放手一搏。哎，怎么不让吃？然后除了这个，哎，烦死了！这个先做出这个东西来，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还是用这个暗金这一套来看起来还好看一点，主要是到时候更搭我们这个巨神杀手的颜色。然后就是，既然我们有了这个东西，是吧？我们肯定要试一试强度，得先把这个日之子给处理掉啊。我们现在来了，但是我们不能接着回去是不是？就过于的懦夫，你只要敢亮血条，我就敢送你走。畜生，醒来！天国恩赐，寒霜爆发，咻！600滴血，10点满。呜、哦！哇哦！哇！我起飞了。好、哦，一火罩。不是，我虽然不怕你打，但是我突然反应过来，我这个盾是不是架起来可以抵挡一切的弹射物？来试一试。土啊！哇，砸在我的盾上。避火罩，天国恩赐，就他这个强度，我觉得我也不用放别的了。死亡后以满生命值、满饥饿值的状态重生啊，使周围敌人燃烧。这个主要是召唤这个日之子的这个条件实在是太猪逼了，这个我可以理解，这个我也可以理解啊！你又不是恶魔，你为什么非要凑三个六呢？你说对的，你先把甲拿下来，然后开始吃它，只需要耐心等待。10、9、8、7、6、5。今天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进军末地啊，这个突破虚空啊，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邪恶势力全部扫除啊！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